宋代建窑它不会舍近求远，所以我的建盏尽量会采用离宋代建窑所在地水吉镇附近的去采集。 建窑的制作，入窑以前的功夫只占了30%，最最重要的是入窑以后的窑变占了70%。但是在入窑以前，我发现一点点小遗憾、小瑕疵，所以我要把它砸掉。 入窑以前完美，然后入窑以后靠天，每一次烧窑。 都是跟窑炉的对话，跟窑炉在走心，烧窑的时候会在冥想，去揣测窑内的氛围。这个烧窑的过程就是跟窑炉走心的过程。入窑以后可以说有1万种结果，因为声闻程序、温度点、保温的时间、还原剂量、还原的频率、大气压强等等，可以。 有1万种结果。我希望我自己的建盏之路可以走得很远，少一点纷扰，静静的当一个烧盏的手艺人，烧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。